干饭狗的自我修养。这都不行。哎呦，这眼睛！哎呦哎呦，哎呦这眼睛！哎呀。怎么这么大呢？你想吃吗？那给你吃。你是真的是个吃货。老子就不信你。这就是你们干饭狗的自我修养吗？啊，真的对你们一点点影响都没有，只有干饭的声音才对你有影响吗？你啥意思吗？